现在这是茶壶山，左下角有人在爬，今天的云有点多，就让他拍吧。来看一下巨齿林，这边过来都是那个半屏山的步道，然后这是半屏山步道，半屏山壁在哪里？已经有点，半屏山壁已经在雾里面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巨齿林，巨齿林也在雾里面了。这边有一小段，我们看有没有人在爬。这里是巨齿林，应该是西段吧。然后前面是半屏山的这个茶壶山往半屏山的那一条山，那条路。我看到有人在走，对不对？有人从半屏山往那个五五那边下去了，奇怪，前面都前面是我家附近的山，后面是半屏山，半屏山现在在雾里面，我们看一下雾会不会散掉。